张小姐，你等我一下。嗯。 莲芝应该很快就会到了。嗯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了你和小芝的分手旅行。既是分手旅行，太久也没有意义。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，好聚好散。你们不能继续在一起了吗？萧冠，你觉得？ 我们还能像以前一样吗？要不然就搞个地下恋情，你平时都躲起来，我们偷偷找时间约会。我是女明星嘛，不公开恋情很正常的。至于老天跟邱女士那边，也就最多威胁啰嗦我几句，不会真的拿我怎么样的。 这样对你来说的确太不公平了。还没有鱼肯上当吗？是啊，连鱼都在笑我痴人说梦啊。难道有鱼上当了？ 一起回去了吗？不了，再见。萱萱，萱萱，太好了，你没事？我没事。谢天谢地。 妈，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？别哭了。我不会怪你和爸爸的，你们也不知道洪世光是那样的人，对吧？是。我去休息一会儿。啊，行，我送你。 小侄真是重色轻友，也不等我回来就走了。他答应陪着伯母的，怎么就偷溜了呢？不知道，奇怪。
还没有回来吗？我可是来告别的。您好，薛先生，如果你还想让田小姐活着的话，就一个人过来。薛先生来得好快，果然是真爱。静之呢？ 薛先生，好像并不怎么在意田小姐的死活。100年前用你母亲的遗骨来做诱饵，100年后又故技重施，你这100年还真是没什么长进啊，来宝。记起来了，全部。但是想起来了，你又能怎么样？ 你很喜欢田静止吗？如果我死了，田静止也会死。你说的很对，所以不用有任何担心，我会按照你说的去做。哎呀，我果然没看错你，啊，你这个怪物还真是好笑，好不容易复活了，简真的愿意为了一个区区的女人去死。 有了大把的时间和金钱，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？来宝，你说错，钱、时间，即使能拥有再多的女人，他们也都不会成为田静止的。有些东西一旦失去了，就再也回不来了。不过活得像下水道里的老鼠般的人，再活几百年也是不会懂的。你闭嘴！不要叫我来宝。那个幸运的来宝已经死了。 是你杀死了他，所以你有今天，是你活该。是，这么说也对。世间之事皆是因果循环，我愿赌服输，你好自为之吧。 以后不要再伤害无辜的人了，他们对你没有威胁。请在手心里，你的香气不可非议，是爱你的证据。 想过走下去，不敢不离，闭上你，只要有你一起，我。
我下唇含不起，这份爱有结局，倒是其实从相遇那天起，不去碰不敢提，哪怕是遗憾淋漓，宁愿是梦境就这样不再醒，愿陪你等花开，愿牵你到未来，再也不想你乱猜，幸福还在不在，如果是两个人相爱，哪来那执着的阻碍，我以为我已明白，李教授，你马上过来。可以放心，这次应该没问题了吧？我会放干他的血，他会再次变成休眠体，然后抽掉他的红脊髓。失去了红脊髓的超级生命体，就失去了制造和储存完美修复酶的仓库。即使给他喂血，他也不会再复活了，对吧？是的，没有根的植物。浇水也没有用。原来上一次是斩草没有除根。教授，你做得好。放干的血归你，你可以拿去救你的女儿。但是，你必须像你保证的那样，要转变我。可是，他的红脊髓注入其他身体里，我不知道会不会产生排异反应。说你没有把握，是，我没有把握。教授啊，你是个老实人，我相信你。不过你尽管做，我相信老天允许我活到现在，就是因为我命不该绝。那我开始了。
田小姐，真抱歉把你请过来啊。上次你误打误撞用你的血把他救活，可这次你就算把血流干也救不活他了。上次一样，希望你先救我过来，快些，求你，快些，我真心求你了，像上次一样，希望你先活过来，起来啊！你不是快来救我的吗？你快把我带走，谁要快？我求你了，你带我走好不好？我求你了。小鬼，你起来好不好？我真的好害怕，你不要丢下我，小鬼，求你了。你到底需要多久啊？只是简单的处理，减少排异反应，不需要多久，20分钟。好，尽快吧。那我进去准备了。我就可以彻底摆脱束缚了。我去催一下李教授。李教授。你还要多久，李教授？你还要多久，李教授？李教授？
快上门！你在里面干什么？老板，李教授不见了。坐在这里干什么？带我回家呀！带我回家，田静芝，带我回家呀！嗯，带你回家。哦，对，呀，徐妖怪，你这超能力不扛冷啊？对。你就能醒过来了。Thank you.